脚，大树直接给大招，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不抢龙大团。请问叶宁挂过去，大圣花火直接炸到了三个人，一血一死血，猴子的一个大楼天空砸得非常的好，幻风直接把熊熊给杀掉。周梦带走一个 double kill， 但是 Carter 也过来了一个大招撒下来，直接收掉两个人，而且这两个人也有点难跑。哇！拉扯一下，做的非常，推到两个人。马老师闪现进来，朝到了两个人，不过后补没有人管，一直在跳。看一下后续的时候，看到米奇是一个人过去，出了三个人。哇！但是旧梦的一个输出好像没有人在理，触发自己的一个致命节奏。先下手为强。我来者不拒。上单的经济差已经来到了一个4000块钱，就领先了一个大几。哎，大树这波直接大队进去，技能到，但是后方队友能不能跟进？周亚的这个位置比较危险，开了一个金身，但是猴子又是直接切到了一个后排。辛德拉先把自己大招交完以后，开了一个金身，但另外一边双门正在黏住了 Light， 而且辛德拉金身结束以后，直接被 Angel 的一个妖姬给收掉以后，双门在后面，即使是一个盲僧在残局里面，也没有人可以撼动他。另脚下俺老孙的本事吧。是特别的够看，主要哎来了，迷醒这波绕后要背谁？背的是一个 scout， 加里奥的大招也顺势落下，炸起来，两个人直接被秒掉，双 Z 倒下的 DDG 好像有点难以逃脱。准备好，要见血了。